法三火三所一单刷万圣节副本。步骤一，换上魔防高的装备，清小怪。步骤二，左右两只王出现时，把它们引到最底下，再用力往上跑。步骤三，拿出吃奶的力气用力打尾王，大概有20秒的时间可以让你一对一，之后就是一打三。场面太混乱时，可以改用风筝战术，边跑边放火球，只要魔防够高，单刷这副本，妥妥的。以上由 Google 姐姐配音，谢谢收看。